月25号，华晨宇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新歌的手绘海报，并晒出自己戴着口罩眯眼微笑的照片，配文道：“希望大家都能开心。”照片中，华晨宇使用可爱白色小熊帽子滤镜，戴着口罩积极乐观的对镜灿笑。据悉，华晨宇的最新公益单曲《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》正式版音源已于2月25号温情上线。华晨宇聚焦此次疫情中患者们的内心状态，用歌声为患者们带去力量，为身处困境的人们传递一份温暖的音乐能量。缘何始终以为我今天高兴地宣布，今天我们又治愈了5位患者。那么这5位患者来了以后，经过我们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，今天出院。芒果乐新闻用音乐传递爱的花花也太温暖了，叨叨。